工号14025，为您服务。你好，这里是僵尸客服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哎，你好，你是那个客服是吧？我现在有个疑问，你问能给我解答一下子吗？先生怎么称呼您？我姓滕。滕先生是吧？我姓滕，就是我姓滕，我心疼，我总非主流用那个滕。滕先生，您是哪个区的呢？我是那个春之鹰的。那您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你们那个召唤师这个召唤系统非常不稳定，我都充了1000多块钱了，才给我6-7个 SR。您这样的几率已经很高了。我抽的呀，6-7个全都是雪女儿，别的啥也没有。你说你们阴阳师建号就送的人物，我抽那么多有啥用啊？我天天抽雪女儿，喂雪女儿，吃雪女儿的，你信不信我能把那雪女儿喂到7星？不可能的，先生，我们阴阳师最多就是6星。我他妈就用你说，那你给我那么多干啥呀？是这样的，唐先生。我们所有的召唤系统都是随机的，不是人工派发的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。能不能是咒语的问题呢？是什么？咒语，召唤咒语，你召唤的咒语。什么咒语？我一般我都用那个不给 SSR 网易必死，你说这句咒语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咒语是没有问题的。网易必死没问题呗，就是。这个跟咒语是没有多大关系的，先生。那我还有个问题，那个是不是抽奖？是不是那个抽着 SSR 就震动嗡一下子那种震动？是的，先生。这个也是为了客户体验。那我上次抽奖我没敢看，我喊完之后又把眼闭上了。哎，你猜咋的？嗡一下子震动了啊！这他妈给我乐的啊！我睁眼一看，你妈卖逼！滕先生，阴阳师里是没有这个荣誉的。不是，你妈卖批，就是感叹词，你妈卖批，我收了个扫帚神。那不应该震动啊？咋回事呢？说10086给我发短信说我欠费了，你们能不能跟10086商量一下子，就是下回抽奖的时候别给我发短信，这他妈给我晃的，直接晃我。滕先生是这样，您这个滕先生，滕先生，您还有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吗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能不能帮我念咒语，你帮我召唤一下子，你就帮我念一句，就是不给 SSR 网易必死这个咒语，能不能帮我念一下子？唐先生，如果您没有其他问题的话，我这边就先挂断了，希望您在稍后可以为我的服务做出评价。哎，那等会儿我还有最后一句话可以吗？可以最后一句话。好的，您说。我爱你。